掌握 View 和 View Group Play， 学习各种常用空间的使用方法，了解 View 的本质，了解 Android 中 2D 显示图形库， Android 的界面实现机制，重点是分发和上传，熟悉自定义空间的编写，熟练掌握 Canvas 去画一些东西，然后就是我们的 Night Patch 图像的这样一个使用。下面是一些考核题，是一些考核题，比方说自定义组件如何去实现和自定义事件，这个 view 的核心我这次时间关系我没有跟大家去讲，以后的再花一些时间跟大家讲，在下个阶段能给大家讲一下，大家也可以先去看一下源代码。实际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view 啊，耶，跑到包来了。实际上也是继承用 Object， 然后实现了这样的一些接口，说白了跟我们 Activity 是不是也很像，是吧？然后重点是它的接口不一样是什么呢？主要是有一个这个比较特殊，叫 Drawable， 主要是用它来画的，画东西的啊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View。我们 Activity 是也实现了什么 KEvent 啊这些的这个 Callback 函数嘛，对吧？这些是面试题，大家去考虑一下，比方简单介绍一下界面机制啊等等啊。好，那我们这个界面的内容就讲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数据存储这一部分。那 notification 这些我们都讲过了，就不讲了啊。 widget 和 launcher 可以放到下一个阶段，我们把它和它讲完，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项目阶段啊。那么这些当应用程序发布要讲一下，这个 widget 我们放到下一个阶段来讲，至少第一个项目用不上我们的 widget。 好，那我们今天内容就讲到这里。